很多人问我，你这壶难道就没有厉害的选手吗？有的，你看看这个象鼻，一打九，秒天秒地秒空气。大家好，我是戈恩，脱了束缚的马儿显得尤为开心。这把对线曹操，你九开，我一他九。前期曹操比较强，不要和他硬刚，先骂他一会儿。曹贼、奸贼、恶贼、逆贼！注意细节，闪现躲击飞，再回头平 A， 这就是手跑马儿。再去抓一波军师诸葛亮，一样的隔空对骂。好手匹夫，苍然老贼。项羽来了，假装撤退。诸葛被骂了，肯定气不过，再回头马踏飞燕，收掉军师。呼，掉了这么多血，先撤退，但不要走远。注意观察对面项羽的手法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这波赚了，一换三。辅助刚死，诸葛亮和曹操都在中路，那黄忠成了孤军。这波四打一肯定要越塔，注意我的细节，先顶击飞再 A， 避免他用手法躲开。呼，好险，差点被他反杀。一分钟三个人头，有了一点小优势，但是不要浪。刘备打不过，直接走掉，不要回头。项羽怎么敢的呀？这波三打一完全没有问题，射手在前面扛，韩信输出，我打控制，非常完美的战术。对付项羽，不要和他凡尔赛，直接搞。我勒个去，这么过分的吗？这局一亿万分的巅峰赛，太难打了呀。